以前是这个北影的学生，但是你之前是学舞蹈的，对不对？是，我觉得是这样，我们就直接那个来看一下景甜，她说她那个很疯狂的一面，她说她跟娜娜是一样的，娜娜有一个本事，就是她可以跳舞的时候不管音乐。她曾经有一期不是在，就是我们今天开场就借了她的一个 idea，就是用那个《回家诱惑》的主题歌跳藏族舞。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出个题，你先这样，景甜你先随便跳一段舞，就是你随便，比如说你来几个 pose，就是当时还在舞蹈学院学跳舞的时候，简单的一段舞蹈，然后你要记得那个动作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等一下给你出题，好吗？就是把音乐换了。那个音乐搭不搭呀？不搭不搭。你先听一下那个音乐，然后你来跳。好。第一段应该可以比较适合你的音乐，好不好？那加油跳，鞋子可以吗？哎呦，这看是有功力的呀。还是这个舞，换了音乐还是这个舞。好，不要停哦，继续来下一段音乐。还是同样的动作，新疆舞的动作，来，加油，景甜。娜娜，她手长脚长，她怎么跳都好看，怎么办？你可不可以用刚才那一段那个就是藏族舞跳新疆舞？你有可能吗？没问题啊。你有在意过何老师的感受？娜娜，我想一年之后剪一个集锦，就是各种的所有的这些音乐，全部是你跳，全部都是《回家的诱惑》的音乐，你跳各种舞，肯定能够让你升一级。